前面呢，我们在讲十八章，那么一段呢，就是耶稣被抓的可惜满冤的这个情景；第二段呢，就是已经在当时的那个大祭司的叫什么岳父是吧？大祭司的岳父，对，叫亚纳那儿受审。那么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，鸡叫以先，真的彼得完全的失败。我们还是来祷告来开始。我们天上阿爸父，我们的神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在鸡叫以先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看上去是巧合。我们相信，凡事都在神的掌管底下。神其实提醒彼得，是不愿意让事情发生，但是最后还是发生了。腓立比福音记载的非常好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鸡就叫了。这个时候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就出去痛哭。我们一边看见彼得真的彻底的失败，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转过身来，他这样的来怜悯彼得，鼓励彼得，这个时候彼得才真正的从心里面重新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，真正觉得从心里面对不起耶稣，从心里面真正的看透了自己那种过去的自夸，现在彻底的失败，他真的没有面再来面对神。而耶稣转过身来的眼神，让他依然感受到主依然的爱他。彼得真的从心里面接受了耶稣对他的那种怜悯，他就更加的责备自己，更加的巴不得让过去主说过的话都能够重新在心里面记忆起来，成为自己在最失败最痛苦的时候的帮助。我们谢谢你。下面我们更是愿意求主求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在耶稣受审受死整个过程当中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那现在我们要讲的呢，是耶稣在比拉多前受审，是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八节，十八章的二十八节，然后到十九章的十六节啊，我们来看。圣经这样记载，十八章二十八节，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。那时天还早，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，恐怕
染了污秽，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。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，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啊？他们回答说，这人若不是作恶，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。比拉多说，你们自己带他去吧，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。犹太人说，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。这要应验耶稣所说的，自己将要怎么样死的话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，叫耶稣来，对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这话是你自己说的，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？比拉多说，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，这样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比拉多说，真理是什么呢？那这一段呢，就是由怎么样耶稣啦，由犹太人那个比拉多啦，由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统治者，代表罗马政府的比拉多啦，然后呢还有犹太人就这三方面，有耶稣，有比拉多代表罗马政府的，还有呢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那么这一段呢，我们真的要慢慢的来看。当时呢，他们把耶稣呢往衙门呢借去，那是天时还早，他们自己呢不进衙门，对吧？恐怕什么染了污秽，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。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很大的讽刺，他们呢好像看的这个比拉多外邦人，他们的衙门如果我们进去了呢就会污秽的就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了，所以好像他们很注重很要注重自己要圣洁，对吧？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事，后面就很明显了，对吧？后面他们比拉多说，你们自己带他去，按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。犹太人说，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，所以他们把耶稣押到比拉多这儿来，是想借着比拉多要杀耶稣。一边是装着圣洁，一边却是要杀人，杀的还是我们的主耶稣。所以这个把犹太领袖那种虚假那种狠毒好像还追求外表，讲究外表，还装的圣洁，实际上心里面充满的都是肮脏，还要杀人。所以我们才知道，如果一个宗教只注意外表，只注意形式，这个宗教就一定会失去真正的敬虔，都是虚假的。
都是自欺欺人，这样的宗教有什么益处呢？就是真的变成是骗人的啊。所以我们自己现在我们信耶稣啊，我们也做了主的门徒啊，人也称我们是基督徒啊，我们真的也要小心，真的是要让我们的基督教心里面本质里面真正的有真神，真正的有圣经，真正是听从神的话，跟随主来走，千万不能做表里不一的事情。只有这样来追求信仰，我相信这个信仰才是有价值的。如果只追求外表，只追求形式，迟早这个宗教是要偏的，变成是打着神的旗号，其实在行亵渎神的事情。这样的从这些犹太人这种表现，我们真的可以看见他们的失败。然后我们来看比拉多和他们的对话。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，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？他们回答说，这人若不是作恶，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们了。那比拉多就说，你们去，他想把这个事情推掉，他不管，你们自己去吧，你们自己去审问吧。他没有想到犹太人这么凶恶，他借来不是审问的问题，而是要杀耶稣，他要借比拉多有权并杀人这一条才把耶稣借来。比拉多进了衙门，叫耶稣来对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这话是你自己说呢，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？比拉多说，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你本国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。那这里呢，让我们来看清楚。首先他叫耶稣来问的是什么？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你做的什么事啊？耶稣的回答围绕了一件事情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。所以这里非常强调的是主耶稣两次来强调，他说他的国是不属这个世界的。那么实际上耶稣就是要非常清楚的把神的国和世界的国分开，神的国是属于神的，是出于神的，那神的国的臣仆呢，就是神的子民。这个呢，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，就是叫我们今天不要太看重地上的国，而是要看重神的国，神的教会。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不属这个世界的，我们是属神的，这一点呢，大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否则呢，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，
被这个世界吸引跑，就跟世人一样，落到这个世界的捆绑当中去。所以这点我相信耶稣不是单单在回答比拉多，而且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臣仆是神的臣仆，就是神的子民，我们是属于神的国。这一点呢，我相信今天不但世俗化的影响是何等的大，这个世界充满了物质，充满了金钱，充满了各样的罪恶，都在搅扰我们。而且呢，我们还觉得这个世界的国看上去真的很强大。那我们这些不属世界的，反而好像是弱势群体这是所谓现在的话。那么我们更是要提醒自己，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己好像看上去不能跟世界的国、世界的强大来比。当时我相信也是这样，耶稣你看门徒已经逃跑了，就剩他一个人，对吧？面对的是罗马政府，那比拉多面对的是整个犹太的那些宗教领袖，看上去敌人的势力是何等的强大猖狂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站在他们的面前，一点都没有丝毫的惧怕，讲得清清楚楚，他以他的国放在心里面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你们世界这个国真的因为什么不属于神，而整个世界已经进入黑暗了。我属的国是神的国，是整个人类的盼望，是神掌权的地方，是宇宙的主宰在神的国里面作王。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面对比拉多审判的时候，同样是要彰显出他要把自己启示出来，让世人在审判当中也看清楚耶稣到底是谁。所以我们今天作为神国的子民，我们不要只看见世界的那种强大，对吧？也不要只看见世界那种搅扰，我们要回过头，抬起头，相信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的王是主，是真正掌管宇宙万物的神。这样我们才能重新坚定我们的信心、勇气和真正的跟随主。那这里呢，耶稣又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说：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。这里呢，不但是让我们告诉我们耶稣的国和世界的国完全的不同，所以神的国的王和世界国的王也是本质上的不同。那么他这位王来干什么呢？讲得非常清楚，是要给真理做见证。所以世界上的王和神国的王根本是不同的。
神国的王，他说我来到世间是特为真理做见证，然后谁是我的子民呢？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，就是我的子民。所以这里大概给我们又是很重要的提醒，他不但是要为真理来做见证，他自己就是真理。那么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我们到底是不是属于主耶稣的国，是不是神的国，对吧？是不是属于真理，属于基督？其实耶稣讲了，就是你们听不听我的话，又把主耶稣的话突出出来。听从主耶稣话的才是属于真理的，属于耶稣国度的，才能进神的国。到了审判的时候，耶稣还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，对吧？包括刚才彼得的失败，又一次的证明，若不听从神的话，他若太自以为是，结果怎么样？就是三次不认主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刚才再回忆一下，有主的时候他不是拔刀出来吗？那样的勇敢，一旦主被捆绑被抓去了，他没有主了，一下子怎么样？他的软弱，他的失败全部暴露无遗，对吧？为什么？当然客观上是耶稣被抓了，但是为什么后来这样的失败呢？就是因为他怎么样？没有听神的话。所以这两件事情可能要合在一起，我们才真正的明白，心中一定要有神，要有神的话，那么我们才会真正的对神有信心，然后神的话真的在我们里面掌权，我们才真正的属于真理，属于基督，属于神的国，是神的子民。所以这些地方大概可以帮助我们啊来认识。那么说了这话呢，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但你们有一个规矩，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，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？他们又喊着说，不要这个人，要巴拉巴。巴拉巴是个强盗。你看啊，比拉多呢，他是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，他刚才是想推掉，因为犹太人想杀耶稣，那么比拉多真的是要问问清楚了，不能乱来。但是他反复追查以后呢，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那么心里面就想要释放耶稣，所以就摆出一个是强盗巴拉巴，一个是你们犹太人的王，对吧？一个才是真正作恶多端的强盗，一个是你们犹太人的王。当然这个他说话的时候肯定是带着讽刺，因为犹太人的王怎么犹太人把他绑来还要杀他呢？借着外邦人的手呢？所以
我们大概知道那些犹太人的心，也大概知道比拉多的心。他听了耶稣的话以后，他隐隐约约的觉得耶稣这个人不但是没有罪，而且这个人我可不敢对他做什么定罪的事情，万一弄错了，万一真的他是从神那儿来的，那他也害怕。那大概我们可以这样来思想。那其中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比拉多问，对吧？耶稣说，我来是特为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。我们刚才呢，主要是从我们自己来反省，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把听神和神的话放在至高的位置，而是想听就听，到了星期天就来听，听了神的话有没有放在心里面，作为我所想所思所说所做的那个标准。那这些呢，我们是从自己角度来反省。不过呢，当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世界，然后又说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等等话的时候呢，比拉多其实也觉得这个人不一般，所以他就就着耶稣的话就问，你说的真理是什么呢？对吧？听上去这个问题好像很理性很抽象，但实际上也确实我们每一个人值得思想的问题。我怎么想，真理是什么呢？对吧？我们过去啊是搞科学的，当然我们是搞自然科学，追求的也是想研究科学研究真理，对吧？但是我们不断不断的研究，我们越来越明白，即使我们研究的是自然科学，研究的是客观真理，但是人实在非常的有限，对吧？连爱因斯坦这种最伟大的科学家都说，他说啊，这个知识啊就像一个皮球，当我们知识不多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皮球里面就表示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知道的真理，对不对？那么皮球外面呢，就是未知的世界，不明白的事情。那么整个界面呢，只有这个皮球这么大，因为我们知道的东西不是很多，明白的真理也不是很多，所以我们来看外面的未知世界呢，就是这个接触面，里面是已知的，外面是未知的，那么这个界面呢就这么大。但是当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，认识越来越多，这个皮球呢不是就越来越大了吗？你在这个皮球里面，你觉得哦不得了哦，我们现在认识多少多少东西哦。爱因斯坦就说，你知道吗，当你这个皮球大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这个已知和未知这个面要比你原来大得多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人以为知道已知的东西很多了，实际上呢，我们在看那个未知世界的时候，我们被那个皮球包起来的时候，你才发现那个皮球也跟着大了。你知识越大都越大，然后你从皮球里面往外看，哇，那个未知世界会越来越大。就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都是在那个皮球里面的人，我们的知识
我们的认识，人所能看见的、研究的、明白的，非常的有限。那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什么是真理，对吧？我们过去所谓的追求知识啊，研究啊客观啊，研究自然规律啊，研究啊这些真理，其实人家早就说了，只不过是在真理的长河当中向着真理在走，但有没有办法达到真理的源头啊？是没有办法的。慢慢慢慢，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多，知识越来越多，我们就知道真正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，或者说人去寻求的真理，永远都是相对真理，比你过去不认识的时候你多了一点点，但是跟那个绝对真理来比，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。人世间的真理都只是有限的相对的真理。那么一直到我们接触了基督教，相信了基督教，我们接触了圣经，我们真的静下来用心的来读圣经，我们重新再来认识这个真理的源头，掌管万有的神亲自向我们启示，他向我们说的话，那才是真正的真理。因为整个物质世界都是他创造的，创造物质世界的时候，同时就制定了一个物质世界的规律。只有那位造物主，他才是绝对真理，他才是真理的源头。所以什么是真理？我们今天一定要重新知道，我们过去知道的那点点真理都是非常有限的。我们只有跳过我们人知识的局限性，进到神那个世界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谦卑在神的面前，好好的读神的话，去认识神，或许我们才能真正的去认识那位真理。他是真理的源头，他自己就是真理，那么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什么是真理。那这儿呢，当然好像是在讨论一下啊比拉多的问题，不过呢，我相信也是结合我们的实际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追求的真理，和耶稣自己启示说我就是真理啊，这个里边的差别就是我刚才说的。一个我们在世界上人在研究的所谓真理都是相对，都是有限的，所以只有耶稣他才是真理的源头，他自己就是真理，神才是万物的主宰，在他就没有不是，通通都是，所以在他那里才有真正的没有不是的原是是的绝对真理啊。这个大概我们就是一点点的体会啊。下面啊又在说啊要释放一个人，对吧？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比拉多查不出耶稣的罪来，但是犹太人却喊着说不要这个人，要巴拉巴，他们要比拉多释放的是那个强盗巴拉巴。这件事情让我们思想，犹太人在这里，他们做了一个什么选择？
宁可要强盗也不要救主。你说说，是不是把一个人实在是罪人，而且还认识不到自己是罪人，他们要自己做自己的王，所有心里面想的事情都是要维护自己的利益，所以他当然不要耶稣，要置耶稣于死地，因为耶稣来就是要除去人自己里面那种自私，自己要做王，自己以为自己不得了，所以他们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利害冲突，所以他们要借着比拉多来杀耶稣。他要的是强盗，要的就是人世间的这种强盗的道理。那在这里相信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今天我们可能在世界上也会面对许多的选择，我们要选择什么呢？选择的时候我们的根据是什么呢？是不是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做选择，为了自己的好处来做选择，配自己的胃口我们来做选择，还是说我们要看重生命的选择？这个就是两条路，非常的清楚，对吧？如果我们真的要选择神，选择基督，然后我们才能得着拯救，那么就要让基督，就要让神做我们生命的王，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完全的俯伏下来，愿意听从顺服神，这样才叫生命的选择。你要为自己的好处选择，那就根本不是生命的选择，而是你选择的是打引号的就是强盗，他要夺走你的生命，他要带你进入更深的黑暗，以为是对你有好处，实际上是让你走下更多的败坏，更深的陷阱。所以这个地方，凡是有选择的地方，可能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提醒。好，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十九章一节，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，兵丁呢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紫袍，又哀敬他说：“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”那就是很明显的是讽刺啊。然后接着就用手掌打他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：“我带他出来见你们，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”那这也让我们看见比拉多的嘴脸，他明明查不出耶稣的罪来，对吧？那凭什么又让他的兵丁打他，又戏弄他，对吧？所以这也暴露了这个比拉多这种人心里面那种残忍，看上去是在维护啊法律，对吧？啊，在审判别人的犯人，实际上呢是借着审判在抬高他自己。所以这些地方大概我们也能够看见。啊，接下去呢，我们来看
这是第二次了，对吧？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的罪来。第一次呢是在十八章的三十八节，第二次呢是在十九章的第四节。然后第五节呢，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，穿着紫袍，比拉多对他们说，你们看这个人，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说，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这是第三次，三次重复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对吧？犹太人怎么回答？我们有律法，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，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。还是想从这儿来抓耶稣的把柄，实际上正是把他们心里面那种要保护自己以德的地位，保护自己以德的利益，生怕耶稣来了之后让他们这些利益和地位受到冲击，所以他们要把他们心目当中保护自己利益的那个敌人要置于死地。他不管耶稣到底是谁，只要侵犯他的既得利益，他就要置耶稣于死地。所以这种人内心的那种肮脏，真的在叫我们再一次看清楚，人是那种丑恶的嘴脸。第八节，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发害怕。你看见没有？说了什么？因为犹太人说他是该死的，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，所以比拉多就害怕。他说：“万一呢？对吧？我们现在这么折腾他，逼迫他，如果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们不是在得罪神吗？”他也害怕，所以又进衙门对耶稣说：“你是从哪里来啊？”耶稣却不回答，因为这个问题耶稣说的太多了。比拉多说：“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”你看这些当官的又要怎么样去抬高他自己。耶稣回答说：“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”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，对吧？他一方面是指责比拉多，你这样穷凶极恶的要来整我，你以为你有权做这些事情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的权柄是从上头来的，所以你在用你的权柄的时候，你要想清楚赐给你权柄的是谁。你在用他的权柄在欺压别人，但是你可小心，赐给你的权柄的那个才是有更大的权柄，你要应该是何等的敬畏他，那才对。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还在用他自己所谓的权柄在乱整人的时候，我相信这句话也是很重要的提醒，要想想谁给你的权柄，给你权柄的才有更大的权柄，所以我们要真的给他给我们的权柄要有一个敬畏的心，否则我们就要怎么样承载
给你权柄的那位真正的掌权者的审判。那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无奈犹太人喊着说，你若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该撒的忠臣，凡以自己为王的，就是背叛该撒。犹太人真的是很厉害，对吧？他抓住了比拉多的致命的要害。他因为是政治人物，对吧？他一切的是要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，维护他自己的那个地位，所以他就说，你如果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该撒的忠臣了，对不对？那他们一旦告上去的话，这比拉多不就是丢官了吗？对吧？所以比拉多一方面害怕，很想释放耶稣，一方面他也害怕犹太人将来要告他的状，影响到他自己的政治前途。所以在两难当中，我们看后面比拉多是做怎么样的选择。所以在这些问题当中，都提醒在提醒我们，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做选择的问题，真的是要非常的谨慎。当犹太人一说，说什么？他是该死的，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，对吧？比拉多听见这话，就越发害怕。就是十九章的第八节，我相信这件事情不但他自己害怕，而且连他夫人也曾经跟他说过一句话，那记载在马太27章马太27章19节，27章19节，就是比拉多正在审判耶稣的时候，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，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啊，因为我今天在梦中受了他许多的苦啊。哇，这话是他夫人自己害怕，在梦里面他受了神很大的责备，所以他就害怕到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丈夫，叫比拉多，你一点都不可以管这个事啊，因为是很危险的事啊，因为是得罪神的事啊，对吧？所以比拉多我相信也是受到他夫人的影响。正面耶稣三次他查都没有找出他的罪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他要杀耶稣，他自己良心也要受到责备，再加上耶稣自己说他是为真理而来，加上犹太人给他的罪名是这个人说是神的儿子，再加上他夫人来劝他，所以才会有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。十二节，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无奈犹太人喊着，你若释放这个人，
就不是该死的忠臣，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死，对吧？那么他就是面临这个了，他自己要做选择了，对吧？他要么保持他自己的那个政治的前途、政治的位置，对吧？所谓的该杀的忠臣，他怕犹太人告他状啊，他的官位就保不住了。一边呢，他也受他良心的责备，也害怕做了得罪神的事情。在两难当中，我们看十三节，比拉多听见这话，就是犹太人，对不对？要告他不是该杀的忠臣，就带耶稣出来，到一个地方名叫普华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俄巴大，就在那里坐堂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，约有五正。比拉多对犹太人说：“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王。”他们喊着说：“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上。”比拉多说：“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？”祭司长回答说：“除了该撒，我们没有王。”哇，这句话都可以说，谁说的？犹太的祭司长说的。说什么？除了该撒，我们没有王。你说他们心里面有没有神？还有没有神的跟他们立的约？通通没有了。为了自己里面那个见不得人的那个私心、那个罪恶，不顾神、不顾一切的要置耶稣于死地，甚至还说出这样亵渎神的话：“除了该撒，我们没有王。”背叛神，背叛了整个犹太民族一直以来对神的那个敬畏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为了自私的利益，为了自己的好处，可以败坏到什么地步？我们真的是从这里都想象不出来可以到这么一个地步。他们心里的罪恶就造成他们对神完全的背叛，完全的不把神当作神。身为神的子民，身为侍奉神的祭司长，居然会说：“除了该隐，我们没有王。”那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吧，你不加重语气真的不行。这个地方没有的那个有，那个文法就是持续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们的心啊，悖逆到什么地方呢？除了该隐，我们持续就没有王。倒过来，他们心里面持续的只有世界的王，心里面持续的就没有神，彻底的撕毁了他们跟神所立的约。他们才是真正的亵渎神，所以把他们又跟耶稣来对比，一个是为了神摆上自己的生命，
也愿意要去成就神的旨意。宗教的领袖呢，却是为了他们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，对不对？觉得耶稣如果再在百姓当中任意让他行的话呢，一定会触犯到他们自己的那个地位和利益，他们就容不得耶稣，非要置耶稣于死地，以至于说出这样悖逆的话来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话是什么时候说的？是谁说的？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侍奉神的祭司长说的，而且是当着众百姓说的，而且是对着比拉多说的。所以整个是怎么样？破坏了整个犹太，整个信仰，整个在神面前所立的约都不当一回事。这种败坏实在是叫我们吃惊。所以我们说，一个人如果为了自己的私心可以堕落到这个地步，他们再也不把神当作神，一点敬畏的心都没有，却完完全全的去高举地上的王，所谓的该杀。我们相信人心里面那个罪，那个私心，那个维护自己利益的自我中心，一旦做了王，神就真的没有在他们的心里面，更不可能在他们心里面做王。那个罪在他心里面做王，他必定是倒向世界，必定是让世界的王做他们的王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大概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明白还有一点我们可能可以再帮我们一下。刚才念过，我来看。哦，对呀，耶稣十一节，十九章十一节，耶稣回答说，那是对比拉多说的哈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，对吧？这是对比拉多说的。然后呢，实际上也对当时的众犹太人说，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。他看见这祭司长这样的嚣张，神怎么可能不出来说话呢？对吧？这才是神的审判，对不对？把我交给你的那人，当然是对着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背叛神啊，撕毁整个犹太民族，整个犹太宗教跟神立的约，根本不把神放在心里面，居然说除了该杀以外，我们一直就没有王。耶稣叙说，那人罪更重了。所以我们大概也能够从这里明白，不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还会犯罪，对吧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没有罪，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不会犯罪。大家还记得吧？就是那个奸淫妇人那个那一章，对吧？第八章前面那一段。
是这样，但是主在这里说了，对吧？主说什么？更重的罪，说明罪还是跟罪有不一样的。虽然本质上来说，罪都是什么呀？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对吧？但是程度上还是真的不同。所以圣经上才说，将来是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。每个人还是不同，这审判也不同，所以才是公义的审判。那么在这里就提醒我们，什么叫做更大的罪呢？人的犯罪为什么有程度的不同呢？那就是在这里提醒我们，那有的人犯罪是主动的啊，是故意的，是持续的犯罪，这就是那些祭司长，主动的、故意的、持续的在犯罪。那么相对来说，什么就没有那么重的罪呢？就是被动的，它是无意中的，它是偶然的，对吧？你譬如像彼得，当然三次不认主是极大的失败，但是我们说他是被动的，他是无意的，不像犹大出卖，他是主动的，他是故意的。所以我们大概自己也要真正的要明白，就算我们回过头去又看彼得，他是犯了不得了严重的罪，是极大的失败，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彼得的犯罪，三次不认，对吧？是怎么个不认法？你是他的门徒，他不认；你认识他，他不认；那个时候你在那个地方，他不认，对吧？当然是他否定了自己跟主之间的关系，这个三次不认。但是我们相信他不是那种主动的要出卖，故意的要犯罪。第二，那从我们从他的行犯罪的形事实上来说哈，然后犯罪的本质上来说，他是否认主，但所有的否认只是他自己跟神的关系表现出来，都是自己的软弱。他否认主，实际上否认是跟主的关系，实际上是否认他自己过去对主的真正的跟随和相信。但就这样，他没有否认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对吧？所以跟犹太人这些所谓的祭司长，他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一种就是祭司长这样的，我们就说他是否定耶稣是神，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对吧？另外一种就是犹大，他是主动的、故意的要出卖主。我相信在这两个对比当中，也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心目当中，把什么样的罪看成是真真齐齐重的罪，什么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还在犯的罪。我们只要愿意认罪悔改，神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，
会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对吧？而自己选择走上死路的那种，神也没有办法，他只能自己背上自己的罪，承担自己罪带来的后果。这些地方我相信可能对我们也会有一点帮助啊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大概就把这一段呢啊分享了。那么后面呢，我们看这个事实啊继续往下发展呢还是这样，对吧？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十五节，比拉多对犹太人说，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王。他们就喊着说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说，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？祭司长回答说，除了该撒，我们没有王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。看清楚了，比拉多最后也是妥协了，而祭司长这种罪，耶稣说了，是更重的罪，或者说就是真的是不能得神赦免的罪，因为他们是直接要把神置于死地，这样的罪我们才要认清楚，虚假宗教会把人，会把这个宗教带到什么地步，完全的背逆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看见刚才主耶稣你受到比拉多的审判，又受到犹太宗教领袖的攻击，我们实在看见世界上的人可以败坏到这样的地步。我们相信这一切你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你来就是要除去这世界的黑暗，你来就是要你自己的真正的子民看清楚这个地上的国，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王，看清楚为什么主耶稣要我们脱离这个世界，脱离世界上的王，脱离这个罪恶，脱离人的私心、自我中心，脱离这个虚假的宗教，让我们真的从心里面被提醒，我们真的来到主你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们愿意再一次俯伏在你的面前，你跟我们说要听你的话才是属于真理，才是属于基督，才是属于神国的子民。我们真的是愿意更加更加的谦卑在你的面前，好好的听你的话，不但信，而且听而顺服，让你的话，让你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做王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